早，小薇。哦，早。哎，来了，嗯，谢了啊，来谢谢啊，女孩子，不要放在心上啊，都会过去，赶快再研究一下。嗯，今天又来这么早啊？哦，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就早点过来了。你要是太累了，就请个假，千万别勉强。我没事儿，那你注意身体，我先去忙了，你去吧。嗯，慧姐早。小薇，哎，慧姐，从今天起，手里的案子就不用你做了。贝先生和公司董事决定，这个案子以后由我来接手，包括设计图的修改和完善。为什么呀？这设计是我的创意，应该让我继续完成啊。贝先生做这个决定，也是考虑到你虽然很有才华，但是毕竟资历浅，经验也有所不足。贝先生既然认定了我的设计，怎么可能让我在修改的时候中途退出啊？你前两天做的那张设计图错漏百出，公司的董事找到我，我也就只能替你解释说，你最近太累了，有些精神不济。小薇，这个案子对咱们公司太重要了，不能出任何的差错，所以就只能由我来接手。小薇，你的才华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机会，别难过。嗯，我要去找贝先生。贝先生出国了，什么时候回国还没定呢。那我去找董事们解释，这是我的心血，应该让我自己完成。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了。不会因为你的个人意愿而改变。公司有公司的立场。贝先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，我不接受。不接受，大门在呢，随时可以走。慧姐，这不公平，这是我的心血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画了几张图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么大的案子你负责得起吗？现在我操盘，我做主，这公司不缺人，你现在想走就请便。一个项目没什么人是取代不了。别委屈，别气馁。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啊，东家不打打西家呗。小薇，小薇，啊，小薇啊。生活还得继续，你也别丧气。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我相信以你的实力，还怕找不着工作吗？至于男朋友嘛，你那个不知何方神圣的男朋友抛弃你是他的损失，知道吗？我在帮你找更多更好的。他没有抛弃我。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呢？你看看你现在的状态，嘴唇干裂，面黄如蜡的，这完完全全就是个双失恋啊。我反正有预感，我们俩肯定还会再见的。好好好，不过你要清醒一点，这失恋呀就跟口腔溃疡似的，痛归痛，饭还是要吃的啊。嗯，近日大家热议的天文奇观土星伴月预计明晚即将出现，有星象学家称奇观来临时也许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和机遇，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去近郊的山坡高处等地观赏。人生总是有希望的，明晚我们一起去看吧。